牛肉面，大棒150块，哇，很香，看起来很好吃的。还有我家鸡蛋，10块的，还有加很多酸菜，我试试看。然后现在已经吃饱，还没休息。方便方便的。牛肉很软，吃起来很 Q Q 的，真的好吃，微蟹。汤头也不太那个辣，蛮辣辣的味道，刚好的味道。比以前吃的那个地方好吃。这个饮料很好喝，不是茶， lemon tea 的 lemon 茶，不是这个，但是 lemon 的味道。nice。这边的大王真的超级大，所以我有一点饱，已经吃饱的感觉，还有很多。下次点烧完之后，量很多。
谢。